大家好，这里是陈德豪情啊，欢迎大家收看海鸥民情 PK。 今天这期给大家带来的是 Gibson 的蜂鸟的两个型号，两只呢都是 Orange 的复古系列。然后呢，两只型呢，一只是原木色，一只是蜜糖色的，然后配置呢是一样，然后云杉的面板，桃花心的一个贝斯板。啊，我们呢主要是想对比一下，看看它们的颜色不同啊，声音上面呢会不会有差异，因为毕竟配置一样，对吧？大家可以一起来听一听。